不要紧，你也是很帅的。给你们搞个上电视。是，搞到那个春节晚会去播一下。哎，我又爬火了。爬到你家。等一下上春晚了哈。当天不做。你这个晒太阳晒了吧，离太阳近一点吧。啊，你现在太干燥了是吧？是。你看你那个条件多好，那边还有风扇，你这啥也没有。哎，那个刘总，这个东西在哪做的？那个6S。这个搞不错。